现在不仅要找到小福子，还有，蒲建在第一监狱传出消息，虽然还没有地图，但是他要尽快了解第一监狱的地形，找出其中的薄弱环节。站长，这马思宏既然已经答应合作了，为什么不让他把共产党联络点的位置交代出来？我带人把他们给端了。不着急。站长，这可是个好机会啊。 共产党的这个联络点，就是为了营救第一监狱里的犯人。今天你把这个断了，明天他们就会再见你。不如让他现在就这么存着，让马思宏继续监视。待时机成熟，牵出大狱，我们再事半功倍了。站长深谋远虑，你代我发一个帖子，要袁思成夫妇明天到我家做客。站长。 如今战事危急，您为什么要找这一对文弱书生呢？袁思成是第一监狱的设计师，如果他被共产党给策反了，对我们十分不利。越是在这个时候，越要拉拢他们，还要威慑他们。是，我马上去办。这椅子号的犯人，我几乎都问遍了，没人认识脖子上。 长红色胎记的人，要是找不到这个人，我就不配给方叔子当哥，一定活剐了他。喂，玉长，啊，我们王二娘，您说，我不知道，玉长，喂，玉长。 您听我解释啊，这可能是个误会。玉长，玉长，喂，咋了？常宝龙受我滥用职权，指使你在监狱里打探消息，给自己办事儿。哎呀，是不是我太不小心了？可我就问问犯人，这就至于常宝龙特意打个电话来骂你？ 我说，他是不是看你不顺眼呢？我用什么方法都要查出这个畜生相，常宝龙也甭想方来了。冯贵，你说的没错，常宝龙是对我有意，没让我抓着他的小辫子，也没让我抓着他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。哎，小点声，这是在第一监狱，你人多嘴杂的，你就不怕隔墙有耳啊？ 谁爱听这听，反正也就都这样了。我们二娘怕谁呀？行了行了，你不怕，我怕，我方棍怕，行了吧？可是我劝你一句啊，就算是常宝龙现在故意给你下马威，你也得忍着。咱现在毕竟在第一监狱干着呢，啊，起码穿着这身皮呢。你要知道，这身皮在外边办起事来那方便太多了。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？说这个。 人在屋檐下，那你就得低头。等着吧，常宝龙。总有一天，我让你知道不是好惹的。总有一天，我让所有人都知道我的厉害。穆玲，你们已经找到马思宏了？对。只可惜照顾小福子的同志牺牲了，小福子也被保密站的人抓走了。那马思宏他？我们只能尽量安慰他，再想办法吧。 你找我，是不是有什么消息？你们想找的第一监狱的设计图纸，据说已经被麦大年秘密销毁了。不过，我得知了另外一个消息。是什么？第一监狱的设计者仍在京城。他叫什么名字？住在哪？国民党修改了他的资料，我们暂时查不到，只知道他曾是个知名的建筑学家，在京城设计了许多建筑，也包括第一监狱。辛苦你了，慧心，这个消息对我们很重要。 只要能找到这个建筑师，我们的大营救就有希望了。不客气，为了我们民族和国家的光明未来，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这么做。这么长时间了，你就给我带回三个字：没找到。茂哥，真的都问遍了，没这个人。你说我还留着你们有什么用啊？茂哥，您别急呀。
虽然这个脖子上有红色胎记的人没找到，但是我发现嫂子身边好像有新情况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赵包子没事儿就进出药房是吗？没事儿就找叔子是吗？ 好你个赵包子呀，胆儿大了。毛哥，您说话，兄弟们该怎么办？先盯着吧，有事儿就告诉我。行，那兄弟先下去。 共产党是好样的，他们是我妹妹的救命恩人呐。这样，叔子，今天晚上哥哥你一起，咱们去好好祭拜祭拜他，谢谢他。以后遇到葛洪玲，也要谢谢他。叔子，共产党是你的恩人，咱们兄妹俩得一辈子记在心里，啊。 学长好，鹏凯，恢复的怎么样啊？
托队长的福，好多了。哎，队长，就是我这要是遇到阮喜和常队长他们，你怕什么呀？我跟这儿呢，不用怕。啊，记住了，在这个监狱里头，只要有我口热的，就不会让你吃凉的。是，队长。那不是阮喜吗？他还打过一顿，你记得吗？记得记得，他打过你，吴坤还打过你。队长，我也打过你，我该死，我该死。行行行行行，那都过去的事儿了，把他给我叫过来。是。哎，阮喜。哎，罗才，你不是死了吗？罗才，你是人是鬼？大白天的，哪儿来的鬼？我死了，你死了，我都不会死了。毛队长叫你，走，走走啊！快点，快，快！文喜，这么怕我呢，躲着我，啊？脸上好大的一只苍蝇，别动，动就飞了。罗才，替我帮他把脸上的苍蝇打死。啊！那么大一只苍蝇看不见呐。哦，是。干什么？反抗是吗，阮喜？信不信我现在就毙？是我，阮喜。进来吧。常狱长。脸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常狱长，您在忙吗？啊，我收拾点东西。找我什么事儿？常狱长，我想到如何杀死毛寿良的办法了。你小声点。毛寿良是卖这账的人，我明白。但是只要是谁让您不痛快，不管他是谁，你小子倒挺会拍马屁的嘛！啊，说说吧，怎么除掉毛寿良？狱长，这个办法倒是不错。跟着我干啥？啊？怎么了？没打够啊？来呀，机器人来！谁要跟你打？罗才，你干嘛呀？我怎么了？怎么跟着毛寿良干呢？我跟谁干？你管得着吗？我愿意跟谁干就跟谁干。你忘了那枪是毛寿良打的你吗？没忘，没忘。我知道是他开枪打的我，但是我也知道是他救了我的命。他本来是要开枪打死魏坤的。谁知道魏坤和你想拿我当替死鬼啊？阮喜，我他妈招你惹你了？这他妈的！你说什么呢？你说啥呢？谁拿你当替死鬼啊？我会干那样的事吗？好吧，没有。那就告诉我，当时去哪儿了？说。哎，说不出来了。就是你干的。魏坤去哪儿？还去了，哎，就算。
什么的，不要说了。老少娘救了我的命，我就得跟他干，我跟他干一辈子。你呀，你就自求多福吧。哦，小心哪一天你也成了替死鬼。哎，罗才，你别怪我现在没提醒你，你小心跟错人。你说他罩着你，我告诉你，恐怕他连自个儿的命都保不住了，到时候你俩都不得好死。好啊，那就看最后谁不得好死。国的大片领土使人民呼高呼声队长高涨。队长您学习啊。罗才，怎么了？那个我刚才在外边碰见阮喜了。嗨，哎呀，碰见阮喜就碰见了嘛，他一个废物。他说魏队长不在了，他跟着常玉长。嘿，甭听他的啊，甭听他的，常宝龙也是个废物，跟常宝龙又怎么了？他说我们俩不得好死啊。我都告诉你了，那俩人就是一废物，对不对？他们也就是过过嘴瘾，两个废物能有什么本事？是不是？有本事啊，是骡子是马，让他们拉出来溜溜，指不定谁不得好死呢，知道吧？甭想那些了啊。我也是这么说的。许久未见，袁先生依然文质彬彬，一派学者风范。杨先生依然漂亮端庄，气质非凡。麦站长谬赞了，依我看来，您是越来越有统帅之风了。在本人看来，袁先生的建筑作品影响深远，受惠众多。杨先生教书育人，著作等身，真可谓学界之典范呐。麦站长，您真是过奖。这可真是不敢当啊，我们两个不过是象牙塔里整日与书卷为伴的无用之人罢了，求人办点事儿都不招人待见。不知二位有何事，麦某能够帮得上忙。麦站长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，几个月前我记得跟麦站长提起过，与其我们俩苟活于乱世，不如找个僻静的地方共度余生啊。您是说二位准备去欧洲办通行证的事儿是吧？我正在办。那就谢谢麦站长了。眼下时局混乱，在二位先生去欧洲之前，为了确保二位先生的安全，我安排安保人员，千万不要拒绝了我的一点心意啊。哎呀，麦站长的心意我们心领了。关于设置安保人员，我看就算了吧，我们两个本来也是无用的读书人，再牵扯到兵，不值当啊，是不是？哎，时间不早了，那我和柳青就告辞了。恕不愿送啊，杨过，不要不送。队长，这两个人你怎么看？他们拒绝我们布置安保人员，说明他们已经明白我们的意图。第一监狱的图纸虽然我们已经销毁了，可这个袁思成就是一张活图纸，所以对他万万不可掉以轻心。是，我一定盯死他们，绝不让共产党接近他们。记住，一，不要让他们觉察到我们安排了安保人员；二，一旦被他们觉察，不可以跟他们动硬的。是。您总算是出现了，您去哪儿了呀，哥？哎，是毛寿良和保密局人要杀我。你说我能不藏起来吗？你喝水。哥，您知道吗？这毛寿良这小子，自从顶替您的位置之后，这眼睛可是长头顶上了，连常玉长都不放在眼里。
毛寿良，不用他美，他这辈子只能玩我剩下的。您的意思是？嗯，别问了。第一监狱还有什么事儿吗？哦，罗才回来了，他没死，现在是毛寿良的跟班。罗才这小子命挺大，还没死。哎，常宝龙呢？啊，常狱长跟我说，把毛寿良。毛寿良是惹了众怒，这小子早就该死。啊，哥，嗯，这常狱长好像最近在变卖搜刮来的东西，这看样子是要跑路啊。一个表面上看着知书达理的女人，背后也干着偷偷摸摸的勾当，这个世界上还有比这更丑陋的事情吗？说别人之前，先打量打量自己吧。我偷偷的，最多就是看了你这本日记。你呢？嗯，暗中走账，侵吞公款，你这种偷盗可是要判死罪的。你。让我来猜一下，你这个箱子里装的都是什么吧？手表吧，看时局对党国不利了，就想把这些用公款买来的手表换成金条逃命吧。我猜的没错吧？你这个党国的蛀虫，这个贱人！打死你！这个贱人！打死你！这个贱人！你个畜生！可是你打死我！打死！想得美！
站长，已经包扎好了。去吧。哎，老师，别动，好好躺着。你现在最需要的，就是安心休养。嗯，淑华呀。 这次多亏了你呀，这是卑职应该做的。这个长宝龙已经嚣张到一定程度了。站长，不仅如此，我还看见长宝龙提着一箱的手表首饰，跟那个黑市的人做着交易呢。有这种事情，卑职怀疑他要跑路。有这样贪生怕死的蛀虫，实属党国之不幸，把长宝龙盯紧喽。 发现情况随时报告，卑职明白。哎，卖灯笼了。看看灯笼。叔啊，哎，叔，吃饭了。哥做了红烧猪蹄儿。你吃吧，我吃不下。我还吃不下呢，这不是你最爱吃的吗？这个月又亏了，咱们药店快经营不下去了。嗨。 你就别管亏钱还是赚钱，你之外卖你的药。看看灯笼了。哥，你说什么呢？这说的好像这买卖不是咱自己的似的。没事儿，有毛寿良顶着呢。哎，啊，这事跟毛寿良有什么关系啊？不是毛寿良了吗？说了。啊，我那意思是说啊，如果咱这药铺要遇到什么困难的话，那毛寿良肯定能帮忙。 你看他现在在监狱，这势力越来越大，外面油水越来越多，咱有什么困难他能不管吗？<笑>不对，你这后面肯定有什么事瞒着我。哥，我能不了解你吗？你有本事看着我的眼睛再说一次。实话，看你眼睛干嘛呀？你不说是吧？那我找毛寿良问清楚。哎哎，叔，行，我今天就给你交个底吧。 也没什么瞒你的必要了，开药铺的钱啊，是毛寿良出的，这每月亏空也是毛寿良出钱给顶的。毛寿良这是想干嘛呀？他想干嘛？你这丫头是真傻呀，他这么做不就是为了得到你的心吗？恐怕这全世界就你一个人不知道他对你有多好啊。哎，叔子，你又干嘛去啊？ 叔子，来，喝点水。一会儿别走了，我给你做好吃的。你别忙活了，我坐一会儿就走。 我是来告诉你，红玲姐的伤好的差不多了，她被她的同志给接走了。哦，哎，没事最好，没事最好。
金姐都告诉我了，前段时间你在麦大年家干活，你帮共产党做了好多事儿。你不来找我，也是为我好。你怕麦大年的人盯上我。舒子，你能不埋怨我？我真的挺高兴的，但是不管怎么说，我还是冷落你了。对不起啊，舒子。不，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。 你觉得我没变心就行了，舒子。那还像以前那样儿行吗？舒子，还能像以前那样儿行吗？我们，你们真的还能像以前那样？当然能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了。怎么就不可能了呢？是不是你真喜欢上毛寿良那小子了吗？我没有。那怎么就不可能了呢？我只有你一个，你心里也只有我，怎么就不能像以前那样？
心情怎么这么不好呢？是不是有人谁惹你了？你告诉我，我灭了他。我看啊，你说这一个女的要看见自己的老爷们逛窑子，会出什么事儿啊？队长，那这事就闹大了。那你要是遇到一个厉害的女人的话，那还不得把那个男的给淹了？你是不是想进去那个那啥乐呵乐呵？走。赵包子，咱俩得谈谈。谈什么？方叔子。我娶定叔子了，没什么谈。赵包子，咱们俩现在不是情敌。咱俩是真心为叔子好的男人，所以得心平气和，像个老爷们一样聊聊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叔子被那畜生那事儿你知道吧？我知道，叔子的下半辈子我负责，我会对他好的。你以为你娶了叔子这事儿就过去了啊？赵包子是男人，就把那畜生给找出来，活剐了他才行。我已经有线索了，这说话不方便，下午到茶楼来找我，咱俩好好商量商量。我在茶楼等，我等着你。哎，客官，您慢走啊！哎，回见了您了。问一下毛寿良来过吗？哦，他来过了，他让你去棉花大街30号找他。谢谢啊。哎，不客气。哎，客官，哎，里边请。好。您别急，我这给您包着呢啊。啊，你知道我刚才在棉花大街30号看见谁了吗？谁啊？赵包子。哎呀，大白天就玩上了，兴致是不是也太高了点啊？赵包子也好这口啊。这废什么话呀，男人嘛，男人是这样。这样这样这样。赵包子没看出来呀，他怎么这样？真没想到，没看出来，他怎么就是这种？赵包子跟我抢放叔子。吹过窗棂，听光阴很安静，听香为爱呼唤黎明，洒落一片繁星，听细雨落在屋顶，听步履很轻盈，听往事回忆里牵引，脑海反复过瘾，看不
我看到你清澈的眼睛，听到歌声里有美丽的风景。